镜中为自己争取到一点主动权。其实这个妆的从头到尾就只用了15分钟，因为底妆真的太省事了。皮肤瑕疵比较多的姐妹可以先用遮瑕简单的遮一遮这些小瑕疵，然后直接用这一块花西子幼沙粉饼就能一次性解决底妆和定妆的两个步骤。其实以前我推荐过很多次这个粉饼，它是单试三用的，当底妆的话直接试用就好，搭配了一个这种可以试用的粉扑，先要把它打湿，然后呢挤干到滴水的程度，画 C 取粉。哇，这个粉取的它不能说很匀，就是没见过这么匀的。我真的想它能再多送个这个粉扑给我，那这样按压上脸，取一次就可以刷完半边脸的底妆了，真的很快很省时间。但凡有那么几天洗完了，早上必然是要用它的。这种裸感像原生皮一样的妆效，真的好几次都有同事误以为我画的是那种无粉底妆。你看左右脸的对比，粉很细，所以很自然，没有假面。但同时呢，肤色均匀了，然后像一些微小的瑕疵也基本都遮住了。但是瑕疵多的姐妹还是得记得要用一下遮瑕膏，油皮一定要试试。尤其像是大油田的姐妹，可以再用这个白粉扑，像这样干用，再压一层，直接给妆牢牢的封住，这样的底妆就能扒得更牢固一些。如果你用了普通的粉底液，基本上6-7个小时之后出油就已经比较严重了。但这款粉饼呢，它可以控油12个小时，就你加班到很晚，回家脸上看起来还是干干净净的，出门的时候就直接放包里，然后再配上这个可以干用的粉扑补妆，也是非常方便的。不用定妆，所以直接开始画眉毛，眉毛可以平一点，然后稍微拉长一点，再突出一下眉峰，这样就可以褪去一些讨好感。眼妆呢不要太粉嫩，可以试试轻烟熏，其实很简单，用这两个颜色就能解决。先沾这个颜色，一个深蓝色，把它这样扫在眼尾，用手指从后往前慢慢的晕染，下眼也是同样的颜色来一点。再用刷子反面取这个颜色，好在眼中，这是一个深咖色，从前往后晕染，眼头这边用深咖色描一描，看下眼，过渡一下边界，刀锋刷取这个颜色，描一下眼头跟内眼线，眼尾延长出来一点点，不要太翘，再用蓝色补一下眼尾这里的空缺，中间用黑色的亮片稍微点缀一下下，一个简易版的轻烟熏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常规操作，睫毛膏我快速的过一下，腮红用这个，也有挺久没有涂亮面的口红了，今天来涂一个。Thank you.